其實所有都是一個玩住開始啫嘛，就係、是、其實我就抽下抽下長棍水嘅就係、是、我見佢哇，你畫兩幅咁嘅嘢咁鬼靚，咁我跟住就用咗我兩個丑角，唔好講話丑角啦，叫靚女啦，係咪啊？鼻四同哨針啊，就二創咗佢啊，即係姿勢啊，甚至乎髮型啊，全部咯。我只不過係擺上嗰個專業嗰度 Facebook 專業嗰度啫嘛，即係抽水其實就係、是。但係點知原來佢夜啲打電話嚟，哇好嘢啊！你嗰兩個咁樣嚇，哇真係冇得頂啊！多謝你啊，即係咁樣。咁啊，跟住到打風啦，嗰陣時就未話諗住擺上去嘅喎。跟住我打風，打風嗰陣時就因為要將啲畫攞落嚟啊，因為如果你大風一隻吹咗嚟嘅話咧，就好大件事啊嘛。如果傷到人嘅話，咁攞咗嚟之後，咁不如擺翻啲新嘅上去啦。咁樣佢喺網度啊見到喎，見到話喂，不如擺啊袁凱嗰兩個。上去啦！佢見到好多呢啲咁嘅留言啊，咁我自己都見到，咁啊，既然係咁啦，不如就擺你嗰兩個上去啦，係咪啊？咁樣，咪我得兩個啫喎，咁樣佢話第三個都要喎，咁我第三個又頭痛啦。第三個我究竟係畫乜咧？我冇乜女主角嘅喎，事實上係咪先？有諗過就係、是譬如夏威夷啦，就係、是、我想將佢即係，譬如夏威夷著咗嗰個林坤畫出嚟嗰件衫啊，咁樣。但係我後屘我喺度諗。其實咁樣好唔好呢？即係佢係老人家嚟嘅，咁樣間又一陣間又話俾人哋投訴唔尊重老人家，咁樣點算咧？跟住就打消咗呢個念頭。咁我再去諗，再去畫，其實都諗唔到啊！即係其實嗰陣時拗頭爆，拗到個頭都爆。諗起靈機一觸，喂，你係主角喎、哦，不如用阿林坤做主角啦，好唔好啊？咁啊，跟住喺度畫畫畫畫畫，我畫嗰陣時咧就好過癮啦，自己就通常都好過癮噶嘛。你咁樣去漫畫化，你甚至乎係醜化咗一個人嘅話，係好過癮噶嘛。畫完之後，喂死啊，其實好樣衰嘅喎，真係，即係我自己都唔敢面對我呢幅圖 send 咗過俾阿林坤 O 唔 OK 嗰陣時係佢係咩反應喎？咁樣咁啊，又係啊，撳嗰陣時咧 send 唔 send 咧 send 唔 send 咧 send 啦，又一撳過咧，佢跟住覆翻我咧。笑死我咩？你即係我聽到啲説話已經係哦 OK 啦咁樣，只不過都係開下玩笑二創咁樣出嚟嘅啫嘛，都係咁你即係嗰個效果，如果係咁樣出到嚟嘅話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俾人哋突然間啊，因為咧我見網度啲留言咧，佢哋係好奇怪，你點做到㗎？我真係見到喎、哦。你怎樣做到這件事的？即是他有這種這樣的反應出來、就是、即其實連我自己都有意外，即因為我經常呢坐車呢就經過那裡，坐巴士經過那裡看到林君哇很大幅畫放在那裡、想起來很棒，如果我有機會就好了，其實就是想的，只是、誰知道你說今次可以即有這樣的效果，即可以上到去上面那裡呢，其實我都是有一個意料之外的，根本就是我看到長棍的時候真的覺得反彈得好犀利喎，就係係咪先？你又去即係譬如話拉啲橫額咁啊，去到佢嗰度咁樣，即係做呢啲話，呢啲唔好啊，教壞細路啊嗰啲咁，即係話。但係我心諗，其實大家第一個時間真係諗到，喂呢、這個擺咗好耐嘅咯喎，擺咗好耐嘅咯喎，已經係咪先？點解你咁做咧？咁樣結果就將件事發酵到好大好大啦。就係、是、結果令到我這個呢個咧，即係局外人咧，都變咗咧，即係成功抽水啊！